嘛有提出真大密控精的心理的准备啦。劳团呛虾，公保年金改革不公平，连全国教师总工会也到立院抗议。公教人员保险法草案从一次领改为年金，但99年的退休公务员居然还能反悔改回来。立委推估，退休公务员改申请年金，平均能多领200万，大笔金额谁来付，恐怕都是大问题。劳工却因为你政府的政策不明、政策错误，但民这个劳工没有办法做选择，所做的一个错误决定，却不能反悔，那这个是双重标准啊。就怕引发连锁效应，蓝营立委也看不下去，打算重新提案。那与其这样手机不起来，我们先把它做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同，而且可以增加保费，又可以增加开源，让年金不会破产的，大家挤都挤手来的这个部分先给它过关。98年通过劳保条例修正案的时候，当时他决议就是说，希望就是说，在公保里面的失效校准部分，希望从公保移到劳保。一个年金改革，民意反弹，满满是。三立新闻陈立国、陈家村台北报道。公保年金，它本来一次领的，现在可以改为月领，那为什么劳工的不行？劳委会很明白的讲啊，劳工不行哦。他可是讲得很清楚哦，可是公务员可以，所以你发现说这是不是为了选举绑票绑庄，人家都开始有这个怀疑。再看，连劳退金的提拨劳委会都没有掌握，都未掌握，所以遭到什么监察院的纠正。大家看看，遭到纠正，监察院纠正哦，这都是今天最新的。我们再来看马总统朝令夕改，政策急转弯，12年国教排付线第四版一版一版的出来，但是不管他怎么排付，公教人员绝对都是免费的，因为他们有子女教育补助费，所以苦了劳工，因为最后排付的结果只有劳工被排付，不管你的什么排付线是多少钱啊，是在多少门槛啊，被排的永远只有劳工。大家看正所税互不化干，大家想一下，是不是对财团对有钱人比较有利，属客钱哈，包括 IPO 的课税。大家再看酒驾的新法，刚刚不是柯文哲在讲吗，有钱的90000不必关，没有钱的未能够给啊，有钱的一颗罚金，没有钱的不能一颗罚金，因为他没有钱去一颗罚金，所以最后结论呢，嘛是无钱的税啊，上课无钱，更是劳工。所以怎么会老是对公务员啊什么都特别好，对劳工都特别不好？那安尼，用国情来讲吼，咱要讲这个代志，之前民间即马流行一个代志啦，什么代志？就讲你即马去民间吼，你去人讲633这三个字吼，人会先来指着旁边的一堆黄金，然后指指你的嘴巴，你知道我意思无？意思就讲你即马来讲633吼，大家嘛知讲633，马英九讲的话，你若相信也黄金十年，连黄金都可以吃啊！不，黄金十年啊，你是这意思？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！啊，你讲黄金十年，我是讲嘴巴说633，眼睛看的都是黄金十年，不是啊？哪怕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是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想到马英九的朝令夕改，这还是另外一回事。一朝令夕改，大家都知，但想听我的是，一进嘛。对于国内很多的制度，它不断的在制造很多的阶级对立。其实大家去当中怎样讲劳工吼？为什么我本来可以领月退，为什么要领一次退？很简单呢，嘿，不是讲我劳工跟你精算出来，发现劳保会倒，不是呢？
迄当阵是咱家里的建户有一个精算版本，对外公布说，哎，我们的劳保很危险，财务有危机，劳保会倒哦。结果就在他公布那个精算报告之后，劳工本来哈，这个原本想要领月退的，通通改一次把它领回来。那后来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后悔，后来很多人精算结果觉得对自己不利。那不利的结果，劳保局跟你说没事，你这个签字就签字，决定就决定，不能改。假设不能改，游戏规则都是这样。你工人也如此，劳工也如此，我们没话讲。那为什么公务人员独独可以因为公务人员来做这个法令的修改？如果那是那这也当通的话哈，未来台湾的公保跟劳保很多的精算制度、试算的制度都会乱掉哦。不过全局部他后来又解释，他说没有，我们是针对私立学校的教职员。不过我在怀疑，你为什么老是在对公教人员，包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，他觉得这个票好像都是铁票，他喝棒。假如是这样，我没有怀疑你在绑票啊。他就是拿全民的钱，造成这样的一个利益不均，用全民的钱来绑嘛。我在讲刚刚那十二年国教用狗蛋，但都卖骗打给啊啦。一年国民，一年政府，中央政府总预算1兆8000亿啦。你说要挤36亿出来办这个重大的政策，挤不出来，怎么会怕盖起的屋啊？有啊，这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他是很刻意不去这样做的。现在公务人员的退休的规定哈，是公保条例的规定是一次退，你该当一概念照，不是听月退金呐。好，你民国99年迄个时阵的新私立学校的老师，到底是要参加劳保啊，还是要继续留在公保？迄个时阵有做一个决定，讲私校老师呐，假设讲参加劳保，伊应该起算的时间从1999年1月开始，可以根据参加劳保的话，可以请领月退金呐。你私校老师真可怜，私校老师的所得替代率足低啦。对。劳工呢，所得替代那个给付率是啊1.55，私校老师差不多1.3呢。伊也无像公务员话，那退休金退伍一点也无，所以私校老师他们讲是足可怜的啦哈。比劳工即卖你啊，也所得替代率更较低。所以东西你发现在讲是在讲私校老师，即个行政上来诶，公保条例来对啊。以前甲讲无啦，私校老师安尼基于平等原则，所以说为公务员拢啊比较私校老师啦。所以这一张都是夹着私校老师，然后呢，私校老师这夹天嘴念诸侯啦，这是年轻标条款，大概是这夹标哎，是这叫夹哎夹教授救阿标，是啊啊，超标，这下子是夹私立学校来给公务人员。是啊，改为月领 啊，所以变成讲，哎呀，公务人员你99你退来教育长官新的版本，我那个太刁了哈，那教育的版本来看哈，你只要把你官来，你还一次退几年等了哈，你得当开始领月退了哈，啊，我张了他们，我啊，你领要18%，你免那个吐出来嘛，是啊，抓点点这点都唔敢讲。欸所以你看这事够不公平？所以我咧讲哦，咱的政府吼，倒是想尽办法要图利公务员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女工，这才是他们的铁票。啊，这个政府当指的是指国民党政府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选举到了，你会发现最近的法案很多问题出来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。那我们绝对不可以让国家这么搞会制造阶级，所以我们不是反公务员，我们是反国家的政策失当，这才是重要我们要讲的话。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回到现场。